我是蓝如伊娜。今天上了课，我觉得收获很多，因为我感觉这就是很像一个实战，有实战经验的老师在分享一些很细腻，然后很魔鬼细节的一个课程，然后可以让我们少走一点弯路，然后更了解电商其实不是我们表面上想象那么的容易。其实它可能是需要一个团队，或者你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些不同面向的一个专业的 skill， 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做好。对，然后有一个有成果。那以上就是我的感受。你好，我是吴成祖。那今天来参加完这个亚马逊电商第二天，老实说，其实一开始我是就是看到那种 IG 的一个免费的广告这样子，然后就在想说，这个亚马逊很大。然后呢，可以了解看看这样。然后听完那个说明会之后，就觉得说这个价格还蛮不错的。对对对，只是想说来了解一下，反正有空。结果这两天下来，我觉得干货很多。对，它的内容就是有超过我的预期。对，然后呢，重点是步骤很详细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对于一般来说，也是一个了解市场的一个很好的说明会。然后呢？甚至他提供你很多的实际能做到的一些技巧，那会让人觉得，如果我想要经营这个东西的话呢，是给你蛮多自信，给你很多信心，这样。然后老师也上课的内容，我觉得不会让人家想睡觉。对，我觉得听下来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对对对，谢谢。